人们善于感悟研制。下面您要听到的这首二胡协奏曲《红梅》，就是由作曲家吴厚元先生编创。他用二胡，用他的音乐，表达了对高洁的梅花的傲骨的颂扬。也有一位青年的二胡演奏家，从他的学琴到他的一步步的成长和成功的过程当中，都跟这首《红梅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今天他将为大家演奏这首乐曲，他就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、青年二胡演奏家于红梅。担任协奏的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乐队指挥刘炬，有请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